仙无挂，无书无非度春秋。九楼穿山过，佛祖心中留，我只修心不修口。Come on， 守我风点的世界还没久久，沙瓦拉塔克波伊塞佛乱愁。我也会唱，我也会秀，我也能兼容并蓄，刚中带柔。Yeah. Oh, my, 你对你红，相处一千户，对佛祖一点。Oh, my, 你对你红，菩提萨婆诃。大家顶礼膜拜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。看见人世间，悲观离合，贪嗔痴，灰色交缠中，不觉红尘的烦忧。如果你执意要出家，我和你一起，咱们婆媳一起出家算了。婆婆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如果你这么做，玉莲怎么对得起你们董家的列祖列宗呢？我不管。玉莲啊，我这老太婆厚着脸皮求你，你都不答应吗？我给你跪下了。玉莲，我也求你。你们起来吧。玉莲的心已经决定了。好，玉莲今天如果不跟我回去，我活着也没意思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娘，你不可以做傻事的。你啊，玉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玉莲啊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，圣僧，玉莲她怎么了？今天去看看啊！哎，把手伸出来，让我瞧瞧。哎呀，你怎么做人家丈夫的？你！哎呀，你不可以出家的啊！圣僧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这样嘛，风纪爹，你说话别人说一半留一半，你一次说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是啊，师傅，你别故弄玄虚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别这么紧张嘛，应该是喜气洋洋，你快做奶奶了。啊，我有孙子了。我要当父亲了。哎呀，我有孙子了，我有孙子了。我要当父亲了。玉莲，玉莲，我真的要当父亲了。玉莲，玉莲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玉莲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到家以后啊，婆婆马上给你做点好吃的，给你补补身子。玉莲怎么可以麻烦婆婆呢？哎呀，这点小事，婆婆还是能行的。你呀，只要照顾好董家的骨肉，婆婆就高兴了。谢谢圣僧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！啊，玉龙啊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这样啊，咱们全家就团圆了。啊，对，一起回去吧。哎，一起去吧。谢谢董，谢谢亲家母。那咱们走吧。啊，谢谢圣僧，谢谢啊。好。好啊，谢谢师傅，谢谢。
哎呀，哎，这是爆竹一声辞旧岁。爆竹啥？又不是过年，应该是一家和气庆团圆呐。哎呀，不是一样吗？都是春联。我说的怎么样？我说的。喜气洋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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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气洋洋。啊，这怎么怎么怎么？哎呀，这不好，你着凉了，师傅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。修炼绝情魔刀，我已经练到第八重。好，等到你把绝情魔刀修炼到第九重，任凭大罗神仙都将在你的魔刀下毙命。我绝情魔刀修炼到第九重，你必须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只要魔刀出鞘，见血光，魔刀是不会回鞘的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对了，师父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哼，想当年你在回头崖跳崖自尽的时候，我正好路过救你。你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，被夫家赶出门才要寻死。可最近为师听了白灵的话，才知道原来你的丈夫是现在人称活佛的济公和尚。是的，当年他在我们的新婚之夜不告而别，弃我而离家。我要去出家，嘿，我出家了。也就因为这样，他的家人把我当成不祥之物，扫地出门。那一天，我在回头崖边自尽的时候。是师父救了我，又传授我法术。如今我大仇已报。不，你的仇没有报。乾坤洞主告诉我，李修元没有死，那个人称济公的和尚还在四处游荡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李修元他没有死。哼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李修元也曾结下不共戴天之仇。那么现在确认李修元没有死，我问你，你的仇还报吗？报，当然得报。这仇不但要报，而且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才解我心头之恨。李修元，真没想到这个李修元他竟然诈死来欺骗我。师父，徒儿现在就赶过去杀了他。等等，既然他能够诈死欺骗你，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物。言之，把你和李修元以前的那些事情全部告诉为师，也好让我做详细计划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李修元死而不能复生。快，我们去放风筝。哎呦，哎呦，
可是你看我的风筝没受伤就好，风筝是小事情，我们俩可以同放一只风筝呀。真的吗？嗯，走，我们去放风筝。啊，放风筝去了。跟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，我也好想跟他们玩，可是我只是李秀云他舅舅家下人的孩子，只是个放牛的，我不能跟他们一起玩。但是我真的好喜欢胭脂啊。明白了吗？嗯，走，我们去放风筝。好，走了。烟火今何在，知香空回肠，与你佳人影，只在此途中。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闪开！谁是你舅舅？我真是老了八辈子都没了，做了这门亲事，害得我一分钱也拿不到，反而被骂了一顿。你知道我心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是拿不到钱，我就找到你们娘家去，气死我了！就是嘛，真是个扫把星。对了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要不然我们也会跟着沾上晦气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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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李秀云，我是徐子敬。胭脂，你等等。胭脂，一件事情，我问过家丁了，是李秀云自己发疯跑了，这件事完全跟你无关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身上，还要赶紧走啊？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可能这就是我的命。如果林家真的不要我，我就只有去死，那我就去死。不要啊，丽丽，不要啊！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就算你没有了李秀云，你还有我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子敬，我谢谢你安慰我，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不是安慰你，
我是真心喜欢你啊。我从小就一直爱慕着你，可是你总跟李修缘在一块玩，我是个下人，没有办法接近你，所以只有用功读书。现在我也考了乡试，当了举人，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你嫁给李修缘的事实。燕之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听说你们俩要成亲的时候，我真是心如刀割。没想到老天爷可怜我一片痴心，现在让李修缘发疯跑了，真是天意呀。燕之，你根本就不用理他们，你跟我走吧。燕之，走，咱们俩远走高飞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子衿。我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我喜欢的是修缘，我爱的也是修缘，我这辈子要嫁的人也只有修缘。如果我真的跟你走了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认为是因为我和你的不清不白才让李修缘发疯跑掉的。不可以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身上就算有千百张嘴也再也说不清楚了。不行，绝对不可能。不，胭脂，是他李修缘没有这个福分来娶你。胭脂，你跟我走吧。啊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，来保护你。我们俩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找个新的地方过我们的新生活，好吗？新的地方，新的生活。不，不行，谢谢你，子衿，你不明白，就算这个世界再大，也不会再有我胭脂的容身之处。既然我缺意已决，你就不要再劝我了。你快走吧。不，胭脂，你跟我走。你放开我。胭脂，你跟我走吧。胭脂，你放开。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，你去哪儿了？胭脂，胭脂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这些年我到处找你，却音讯全无。你可知道，我为了你至今未娶，除了你，我也不会对第二个女人动心。胭脂，不知今生今世，我们是否还能见面？难道我们真的无缘吗？在什么方位？正东方。哼！我已经给那臭和尚下了战帖。胭脂，我们去灵鹫峰等他。是。快去看看。哦，我去。方丈没事吧？你快去看看。
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有封信。哎，啊，我有信，怎么回事？是吧？哦，这信，这信是找谁的？哦，是给我的。是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什么事，是弟子的俗家之事。哎呦，胡说吧！阿弥陀佛，既然是你的俗家之事，我就不多问了。不过道济，你可要处理好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师傅，要不要帮忙？对啊，师傅。哎。喂，道济道济道！喂，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即兴跟射箭一样，咻一下就能到的吧？一下就到了。就是。喂，道济师叔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啊。就是嘛。你不是说过团结就是力量？只要我们齐心合力，就能够畅行无阻。谢谢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师傅，俗话说得好啊，有事弟子服其劳。你说出来呢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你吗？哎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请师傅吩咐，我立刻去办。哎呀，你救我什么？到底什么事情吗？你师傅，你这就是什么？师傅，我肯定是帮上忙的嘛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也不能把我当外人说出来啊。师傅，今天来。哈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只是有人约我去灵鹫峰，嘿嘿，又去灵鹫峰了，去那儿干嘛？决斗，决斗！不不不不，为什么老是有人找你决斗，不是找我呢？我的武功也不差，你想当武林盟主啊？决斗嘛，你每次都赢的，你不用叹气嘛。哎呀，这次不是一般的敌人，他比较特别，所以呢，我准备斋戒沐浴，哈，好好准备准备，我爱你们。哎，保护师傅，义不容辞，走。他要斋戒，还有洗澡，不可能！哇，这次一定遇到了大麻烦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不用怎么办呢？有道是啊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可是他又救过我们两个的命，佛家有云。你不要有一个机会就说得没完没了，你让我说两句呢。我们呢应该去看看他，不管怎么样关心一下他总是没错的。你不要长篇大论的说个没完，等你说完了天就亮了。我好不容易学了两句话你都不让我说完，我偏要说完。你站住，站住。师父，哎呀，不是我看不起你们，而是这一次的敌人非同小可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们还是乖乖的待在灵隐寺里边，这样才可以保你们平安无事啊。师父，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们，你不是让我们当缩头乌龟吗？我武功那么好，就算来了妖怪我照样砍死他。我也是师父，多个人就多份力量嘛。哎，问题就在于来的不是人呢。这一次那些邪魔妖道是集体出动啊，听我的话，别逞强，否则我还要分心去照顾你们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师傅，我还有事。你干什么？这师傅有难，我们就跑掉，是为人弟子所为吗？谁说跑了啊？我说你这个人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死脑筋啊！我师傅不让我们去，我们自己去啊！哎，机灵点儿，学学我啊！哎，可是，哎呀，可什么事啊？快走啊！刚刚还在啊，人呢？对啊，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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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我干什么？想偷看我洗澡啊？不不不不不，阿弥陀佛，我是得道高僧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你这疯鸡蛋有什么好看的？对对对对对，你的身材又没有我们尖刺师叔身材好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对对对对，我的身材是没他的好。找我干什么？说吧。哎，道济啊，
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师兄，我好伤心的。刚才我看到你收到信以后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我的整颗心啊，就像被人抓了一下，整个都揪起来了。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不过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了，我的大限就要到了。啊？不会吧？哎，这次真是有命去，没命回来呀。哦，对了，师兄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你看看吧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，千万别让别人看到啊！啊？干什么看？别过去！去！嘿嘿，我拿走了。碧琴，啊，你跟倒计师叔平常感情非常深厚，我估计你们应该有很多话要说，你就慢慢的，慢慢跟他说。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喂！大帝师叔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会说假话吗？碧青啊，碧青，哎呀！不，师叔，我有点冷，我不玩这个的。我还想送份礼物给你呢。有礼物？哎，你摸到你满意为止，摸。碧青啊，碧青，啊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哎，才意识到，哎，就送这个礼物给你了，啊，来，哇，是金牌哎，哎呦。你以为你是菩萨还是金身？我打金牌给你，你想什么呢？那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半片金锁，它，哎呀，它的妙用啊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你记得要小心收好，最好挂在胸前，千万别让你的监寺师叔看见啊。哎，为什么只有半片呢？我给你，不过也好，谢谢大吉师叔，谢谢大吉师叔。我呢，希望你凯旋归来。如果你不小心战死在灵鹫峰呢，那在你的超度法会上，我一定认真的念经。哼，你咒我死啊？我先打死你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我打死你！哼，哎，搞定。怎么只有半块？不过有能力美好。难道铁公鸡一样的风纪连今天想开了，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做纪念？好，我就把它带在身上。他死了以后，一看到这块金牌，我就会想起他。金子师叔，我不是让你多陪祭奠一会儿吗？怎么那么快过来了？哎呀，师叔说他困了，要休息休息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。哎，锦盒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其实有件事情是真的，那个风祭奠的确是经常捉弄我们，可是以前我们对他也不算厚道，所以呢，从今以后我们要对他好一点。现在才对他好啊？是不是太晚了点儿？明天他就要到灵鹫峰跟人决斗了。那帮他准备一张草席。啊？干什么？帮他收尸啊！啊？又收尸啊？碧琴，难道你没有听见道济说，明天是他的大限之日，念在我们跟他同门之谊的份上，应该帮他去收尸，这叫做讲义气。对。不过眼看着道济师叔去送死。我们又无能为力，我真是越想越伤心。你别这样啊，
你不提还好，你提我的眼泪哗哗的。我的师弟，剑子师叔，你别哭，你一哭我也想哭了。陶纪呀，我们来世再见了。你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啊？对呀，你死了以后谁来骂我呀？师姐，咱们去哪儿找赵斌啊？找赵斌？对呀，你不是说我们要下山找你最心爱的陈亮？那我也要去找我最心爱的赵斌。没错，找到他们，并且杀了他们。杀了他们？为什么？我说你这个粪兔子，就知道吃胡萝卜。洞主不是下令让群妖出动到灵鹫峰帮助大鹏师叔杀了那个疯和尚吗？而且还要血洗灵隐寺。你想，赵斌和陈亮他们会没事吗？师妹，陈亮对你薄情寡义，你何必对他一往情深呢？我看杀陈亮这种事就让我来做吧。不，师兄，陈亮的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吧。不行，洞主有令，这次行动由我指挥。杀疯和尚那批人势在必行，陈亮由我来杀，赵斌由你来负责。那我干什么？你就待在你的洞里吃胡萝卜吧。你师姐，你就让他这么嚣张啊？不然我能怎么办呢？上次的事情洞主已经很不高兴了，我们两个变成人不容易，全靠洞主帮忙了。这回大鹏师叔要洞主帮忙杀了那个疯和尚，你看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。我也不忍心这样啊，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赵斌、陈亮死在我们面前，无动于衷吗？呸！我怎么可以看着陈亮死在我面前呢？逼不得已的时候我就……你叫什么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师兄都已经走远了，赶紧追吧。啊！好你个臭灰狼，仗着洞主宠爱你，你就目空一切，敢把我是笨兔子？我倒要看看你聪明到哪里去。这一次我要发挥我所有的聪明才智，让你看看到底是谁蠢谁聪明。小小小小鸟呢？哼，小龙，当年我被你关在婆罗洞中，受了佛光的照射，害得我功力大减，又被那两个胖瘦仙童打伤了我的根基。你说，这个仇，我是不是一定要报？你要报仇？我才要报仇呢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来到凡间？哼，所以呢，你最好乖乖的被我收服，让我带你回去。小龙，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现在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账要清算，还有一个人也要要你的命。真奇怪啊，和尚，我什么时候结识了这么多仇家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嗯
你行啊你！你竟然胆敢骗我！胭脂啊，今天是我跟大鹏之间的事情，那我跟你的事情呢，改天再谈，好不好啊？现在这里很危险，你先回去吧，啊？走，说的倒是轻巧，我干嘛要走啊？哎呀，上一次你竟然诈死来欺骗我，这一次我会将你碎尸万段，你等着看怎么死吧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老是不听我的话呢？听你的话？嗯，当初你头也不回就这样抛开我走掉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听听我的话呢？李修远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，我今天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喂喂，那上死吧。别再打了！别再打了嘛！别再打了啊！又是你，除了我还能有谁？你这臭妖怪还挺得意的。陈亮，宰了他！哼，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除了我还有谁？白灵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白灵啊。白灵跟我们什么交情你不知道啊？他会帮你？他到底会帮谁？是那个魔女啊！对啊，怎么身边还多了一个帮手啊？那道具师叔不是死定了吗？我看道具这一次你可没得救了吧？我们草鞋带来了。准备帮他收尸吧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把草席打开，准备帮他收尸吧。这个怎么会在你身上？道具师叔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明明是送给我的。我的，道具师叔送给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
我的，哎，你也有一块啊？嗯，对了，这块才是我的。好像是一对儿啊。不可能。对对看。好。熊心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笨蛋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那我们应该问谁啊？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我不问了，我不问了。要活的，要活的，要活的。那不是降龙吗？降龙，你准备受死吗？来啊！对啊，另外那个好像是，哦，是那个大鹏鸟变的。哼，这个死大鹏，害得我们被佛祖责罚。嗯，我们去帮着降龙罗汉打他一顿，好好消消气。好，你去好了，我看着你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去好了，你看着我。事情没我们参加怎么行啊？哎，我最喜欢打这只大笨鸟了，不打它怎么过瘾呢？你个死胖子，瘦皮猴，忘了在婆罗洞中怎么打我的吧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上。为什么口腔都是我的？难道是我？好。说了，凡间是有地心引力的，你小心点嘛！起来啊！没事的，我行的。再来。我行的。今天把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我来帮你。我。Mm-hmm.